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十根。给你们推荐一款哈尔滨风味红肠，现在给你们价为29.9块发10根，平均一根是90克的量啊。我给插一根啊，就是开箱的那一瞬间我就闻到红肠的味道了，特别特别香。这一根是，哎呀，90克，这一根90克。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香肠了。拿回去可以炒饭或者炒菜当配菜吃都可以，或者是一根就这碗大米饭直接下饭。